任教于大学餐旅系的金牌主厨黄金典，在教学中啊，和学生亦师亦友的互动中，总是能够让他挖掘出学生的厨艺天分。今天呢，老师带着认为做点心可以让自己很幸福，也可以抚慰人心的吴静慧同学，将和大家分享他自创的超美味蛋糕马铃薯慕斯，就要上桌喽。